啊，这个不要，走开！好久没吃培根蛋饼了，走开！你丢铁饼，不要！啊！今天来变一下，有没有像圣洁石？ 哎，是我们的小培根。哎呦，好久不见，我要圣洁死啦！bang！我真的没有听过什么案例，我只是他分到我心结，没有，李心洁你知道吗？对，有李心洁在里面，因为他现在在模仿我的头。 好，那今天没有什么东西，没关系，那是圣洁。好，没有，其实大家好，我是 J 姐林俊杰。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。林俊杰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可以。好，林俊杰我可以。进来。来，嗯，我今天是来你们这边开演唱会的。小巨蛋已经请不起我，但是他会跳舞，他会那个段那个。 真的会跳，哈哈哈哈哈！不能乱Q了。那进去我们办公室那边看看啊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被老板fight。设施也是要来，就是来试试看，是不是？但我们已经是过气团体了，然后进来当员工都有第一件事情要帮我们做。哦哦，第一件事。 我看你之前被蛮多家公司fight掉的。对啊，我看你被观众fight掉。我想了解一下原因。那边fight掉，我觉得，我们现在人还年轻吧，像个海绵一样，勇于吸收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那像海绵体一样，能屈能伸。铁牛其实就是在我们那边轻便当的，然后刚刚跳舞，我觉得也算是蛮精湛的，在台北站那边。对，在台北站那里，蛮精湛的。转运站。那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比其他的，就是幕后的一些表现。我的前团员孙生，他有教我一些有关于便当的招数。哦。 您说火车便当？再戳下去就是15个便当哦。好，OK。他在钻我们的广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贵公司的待遇跟薪资怎么是？哦，如果待遇的话，应该是零待遇。哦，会超过6000，超过6000，那如果你再多给我这个钱，我可以带你们去兜兜那边。哎呦，双鸭哦。有什么特色？ 其实我这个人特别适合，你们这边有女员工吗？啊，你既然讲到这个话，那我们这边其实有个新来的员工，一个女员工，但是呢，她比较羞涩，所以她害羞，她不太擅长跟人家沟通，就连我们自己也是，所以我想要交给你第一个任务，就是先跟她沟通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她来就一直在工作，她从来没有离开她的位置。对，你可以先目测看一下，来看看一下。蛮认真在工作的，对，我觉得第一份工作是先跟她搭档，她叫 Kelly， 她叫 Kelly， 对，哇，Kelly你好，我是第一天新来的同事，我叫培根，你好。哇，态度那么高的，完全不理。好啊，我们就不打扰他了。哎，Kelly怎么了吗？老板还 OK 吗？对，我们刚相处的很愉快。那这 Kelly 来头不小哦，Kelly是反凡的表姐妹， 是在有一次交换礼物上面从那个地方过来的。 所以要谢谢反凡，来 Kelly 继续上班。天佑，因为我肚子有点饿，这个韩国语我觉得还蛮好。哦，这刚好是我不在的时候他们拿来拍，你可以吃啊，试试看讲味道。我们没有在业配哦，对。哇，有宇宙感。嗯，有漱口杯的感觉。这咬起来口感有点像筛子，你咬出筛子是奇。很好吃，我预感我今年开始就会发大财了。高雄发大财，咱们去别的地方。 我跟你讲，你以前学的剪接全部都放掉，我们现在教你一个新的。那些熟悉吗？滑鼠啊、键盘啊，要不要我派一个人教你？我们团队里面有个叫剪接之神，孙佳，来来，你来教他剪接。哦，久仰久仰，孙佳，你好。你在玩 game 都是扮演被消费的绿叶，对不对？啊！他怎么会？来，公公，剃刀拿来！不要！他是一直被消费的。 没有没有，他会一直消费，一直买东西。简洁，我不会简洁。我今天说你会，你就会。你现在直接教他。无脂糖哦。我真的喜欢无脂来啦。哎，干你破梗了。我想到那么高，怎么那么刚好耶？ 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，你现在摸我。摸什么？摸什么？处男。我是处男吗？
居然好，你继续，我有点尴尬，对不起。好，这好冷哦。啊，我给这笑话有勇气啊，有勇气讲。他那真的有点不太行。嗯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们这边被排挤了。懂的人下面加一。OK，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工作交给你们，我要帮我们那个露露大胃王的戏要给完成。今天来当小帮手是不是？对，还有我，还有你，对，我也是小帮手。麻烦你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要来帮露露拆他的包装，因为他吃很多，你就认真拆就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帮忙拆掉，不要打扰。好好好，好快上哦！不够对不对？我知道不够。够了，来帮我们。给他们小心一下。够了，他们还要继续在我的频道出现吗 ？OK， 那不需要你了，不需要你，你没有用哦。稳住什么画面？好。等一下，你每天在这边工作都受到这种待遇吗？你不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吗？就是习惯就好了，每次都这样。然后那两个过气了，有一个还离团。因为其实不瞒你说，我以前在反骨也是当那个绿叶被消费的角色。每次我们讲梗，他们会讲你无聊吗？一定会。可是其实很好笑的，网友是不是很爱你这样？对，我想通了。我觉得我们要一起推翻玩 game， 也是在救他们。他们快不行了，我们是在救他们，我们要推翻。对，以前他们是华牛二人组嘛，现在陪睡二人组更有趣。你会想看两个过气的，还是想看两个新的？但是看两个还没过气。第一步，我们要先改频道密码。我这边有。他们的账号，搞完密码之后呢，再改频道名称。好 ，OK， 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今天收获满满，学到很多。那我们最后，我们其实还有一个，我们公司有一个特别的福利，这个福利是男生才有的。对，男生才有。听话，让我看看豆豆那边。不要。杰哥不要，杰哥不要，我还出来，不要拆，杰哥，杰哥，不要，杰哥不要。哇，好久没吃培根蛋饼了啊！走开，你就停停，不要这样。我知道你到处被开除，你以前还是 Walkie Boy 的。我告诉你这件事，你最好不要跟别人讲。不是有你好受的，哇，五年了，好爽啊！要乖乖的啊！不要不要，杰哥不要，杰哥不要，我要住了，不要这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有认识你，没事。哎呦，这么说你好像很结实，你很有啊。这个更有，给馆长踢过的。哦，给馆长，不错不错。认识是哪一个？初讲啊，这个安西也不错。你怎么都认识？哦，就是有进去过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刚下去以后啊，才发现我只带70块，所以只有一个便当，你们两个人省着吃。哦，不错吧？这福利不错吧？可以哈，可以。哦，然后对，顺家，最近啊，你表现好像不错。我刚刚接了一个商案，厂商指定要你当主角，所以你们可以一起去想个企划。啊，你好好表现，好不好？不错。终于开始帮我们赚钱，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你，你太棒了！好好发挥，头发还是黄色比较好看。然后还有那个，蕾拉，好，蕾拉，好，说到做到，先走了，拜拜。谢谢牛哥，谢谢牛哥。什么那么小气，一个便当哪够吃啊？一个便当吃不饱，我都要吃两个。那个顺家哥，顺哥，你那琉璃台那要怎么清理？可以过来教一下吗？好，刚敲一敲，不要紧，不是，敲多，最近量比较多。怎么样了？频道密码都改好了？要先教他闭嘴。铁牛，嘘，说闭嘴就闭嘴。你说什么？那个频道密码改好对不对？明天开始，这间公司就是我们。我们要直接改密码，这样好吗？不是啊，我们当初就讲好了，你现在该不要中途退出吧？但我刚听铁牛说有案找我，我还是觉得可能没办法。所以你意思是说你不跟我合伙，你要退出？对，我觉得这边还需要我，我暂时没有办法答应你这个承诺，因为我还要想到很多东西。如果你断章取义的话，不是那个取义，我知道，你会把我变成这个人。
你会恶魔剪接，你一定会把我剪成坏人，然后说是孙家要的，不是我。你是这种人吗？我当然不是这种人啊，但是狗仔在做的事情，我当然不是。了解。好啊，孙家，真的很感谢今天认识你，谢谢你这个学长。今天真的很感谢认识你这个好兄弟。你有狐臭。对，因为最近流浪都没在洗澡。我祝你会有下一份好工作。我觉得改密码这件事我没办法，我也不能退出。我们不想变下一个。那培孙二人组有缘再相会，一定会创频道吗？一定会。你八我二。对，这次点阅率靠你了。只靠我不是？对，你再讲一次。这次点阅率靠你啊。对，对，你可以打欧汉生 ，feat 欧汉生。你比较帅。我不敢讲，他讲的。好，我送你走。谢谢孙家。不会。不是靠背啊，这样。连这个都不会，还要八二抽。莫比乌斯，记得我们的约定哦。记得，记得哦。好，这个烂口。有没有新一点的？到时候跟我讲。好，一定。你有口臭？我有口臭。你知道口臭？好兄弟，一辈子，一辈子。再见，拜拜。有缘再相会。拜拜，祝你顺利。没有，我想留在这里不是重点，是跟他没有搞头，而且他要说什么八二抽，我操！原来从头到尾最有问题的人就是我，到现在我还在想什么改变密码这种烂招，最应该改变的人是我。我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观众都不想看我的脸，还是老话一句，我被开除了。